第五人格约瑟夫是暗杀之神。我就是爱自拍，我就是爱自拍。在所有监管者中，约瑟夫和渔女算是最易烦人的监管者。渔女烦人主要是靠脚气，是湿气。渔女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湿气，求生者如果被湿气叠满就会自动掉血。而约瑟夫比渔女更烦，因为从一开局他就开始暗杀了。大家知道约瑟夫的技能是开相机拍照，然后他就能进入相片世界中寻找求生者的影像。求生者在相片世界中的影像是静止的，影像又不能跑，所以约瑟夫只要进入相片世界找到求生者的影像就可以随意的攻击，音箱被打，真实世界中的求生者就会掉血。这种暗杀技能简直没有天理了。要是约瑟夫运气好，一开局就在相片世界中找到四个求生者的影像，那一开局就全部都给暗杀了，求生者都不知道凶手在哪。约瑟夫是第一个把第五人格当狼人杀来玩的屠夫啊。我就是爱自拍，关键是你暗杀就算了，还用脚踩求生者，就不能温柔点吗？长得漂亮是不是都这么任性呢？随意乱踩花花草草。对于暗杀之神约瑟夫，求生者该如何破解被暗杀的命运呢？龙哥总结了两点，第一点是一开局时要防备约瑟夫开相机，如果遇到约瑟夫开局时先不用急着靠近电机，先看看约瑟夫开不开相机，因为约瑟夫一旦开相机，他进入镜像世界找人首先就是朝着各个电机的方位去的。第二点是如果被暗杀了，记得镜像时间结束前找到队友，在队友的身边等镜像一结束，队友就能马上帮你治疗。你们在实战中是如何躲避约瑟夫的暗杀呢？评论区留言哦。我就是爱自拍，两只乌龟，两只乌龟跑得快，跑得快。鼻子没有龟壳，还带着兔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